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疫情解封，也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可以出外从事休闲活动了。那么要远离毒品还有飙车等诱惑伤害，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警方呢，他们推出了青春专案，内容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在这一集单元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在基隆因为车祸死亡的族群最多的到底是哪一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要一一为大家解析，为您邀请到三位专家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的刑警大队警务员庄慧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警务员庄慧茹。慧茹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少年队的副队长高玉宪。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队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交通队副队长吴志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队长好。好，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影响，警察局针对暑假期间宣导的青春专案规划执行的重点内容有哪些呢？我们要先请副队长来跟大家解析了。今年的青春专案工作期间，它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然后这段期间，因为刚好碰到我们新冠疫情，所以我们青少年朋友很少从事户外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接触电脑，使用电脑机会，会增加，同时也会增加，那个网络毒品，接触网络毒品、网络诈欺、网络赌博的机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在这次青春专案期间里面，为了保护我们青少年，警政署推了3项主轴工作。第一项，就是净化妨害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它有3个子工作，包括第一个加强查缉共毒，给少年案件，就是要我们加强查缉那个制造、运输以及贩卖毒品给少年的案件，使少年免于被害，减少新生的毒品人口。那第二个子工作就是防治诈欺车手，因为诈欺的花样实在是五花八门，但是都不脱离有诈欺车手到提款机去取款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青少年被吸收利用成为诈欺车手。那第三个子工作就是防治网络赌博，我们青少年有时候会陷于网络的利用，以为赌博可以赚钱，加上朋友的怂恿，就去牵赌，到最后欠了一屁股债。那第二个主轴工作就是防治青少年被害，那第一个子工作就是加强查缉，来利用儿少从事性剥削，这个工作里面包括我们有人使儿少为有对价关系的性交猥亵还有包括坐台陪酒或是有色情关系的那个伴游、伴唱、伴舞等行为都包括在内。那第二个子工作就是防治青少年危险驾车，就是包括我们青少年无照驾驶或者是酒后驾车那第三个子工作就是加强协寻18岁以下失踪人口。所谓18岁以下失踪人口，他之所以我们要加强协寻，就是因为他经常会被那个我们帮派吸收利用，作为帮派分子替他去讨债啦、抢地盘啦、收保护费啊，那少女部分就会被色情行业去利用，去从事色情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加强协寻我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那根据我们统计在我们今年110年上半年，我们总共有112名那个协寻失踪人口，那经过我们警察局找回来有106名，大概那个寻回率协寻寻回率大概有95%。那我们第三个主轴工作就是预防犯罪宣导，它也是有4个子工作。第一个就是防治青少年接触新兴毒品与被害。所谓的新兴毒品就是他们那个制毒的人就是改变原来毒品里面的它的化学结构式，以来规避那个管制。然后最有名的就是 PAMA 超级摇头丸，它改变以后它的那个作用时间就拉长，所以有的青少年在服用PMA， 经过20分钟、30分钟都没有感觉，他就接着服用第二包、第三包毒品咖啡包，导致试用过量，最后就是导致死亡。
好像根据我们法务部统计哈，109年全年，我们全国哈大概哈有93名因为滥用毒品而致死亡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子工作就是防治少年哦被吸收加入帮派，那帮派哦最常就是利用哈那个青少年寻求被认同的归属感，啊，然后再透过啊金钱利诱啊，或者是威胁胁迫啊，或者是啊毒品控制，啊青少年来加入帮派，啊替他来啊讨债啦，或者是抢地盘啊，收保护费啊，啊，所以啊啊啊青少年啊要如果真的加入帮派以后，啊就有可能哈要整天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啊导致最后哈像。我们有一部那个《无间道》电影里面讲的一句有经典的台词啊，就是哈啊啊那个出来混的啊总是要还的啊，就是有一天哈报应来的时候，你不是被别人砍杀死啊，就是要入监服刑啊，所以我们青少年千万不要走这一条路。那第三个子工作就是防治少年哈参与诈欺集团以及网络赌博啊，诈欺哈就是一个吸血的无本生意，哈，会致那个被害人哈，哈，那个丧失哈，失掉一大笔金额，哈，好，然后导致被害人可能会在家忧郁，或者甚至哈，有的会自杀，造成哈家破人亡，哈。如果我们少年哈真的是有良心的话哈，啊，一辈子哈也会良心不安。然后从事网络赌博的话，好，就如上网站去签赌。不论是运动赛事，或者是百家乐，或者是六合彩，好，赌博哈，你刚说十赌九输啊，你输了以后欠一屁股债，你可能就被这些赌博集团吸收利用去做他的小赌头，然后再去骗其他的同学或朋友来签赌，啊，这种害人害己的事哈，千万不要做。那第四个子工作哈，就是避免儿少遭受色情行业利用。啊，色情行业常常刊登在媒体啊，或者是网络上刊登广告啊，工作轻松啊，收入高啊，啊，一开始哈啊，你就去那个酒店坐台陪酒，或者是 KTV 啊伴唱啊，那时间久了以后，他就开始用高利啊来吸收你啊，来跟他里面的客人从事性交易啊，所以我们青少年要去找工作，一定要事先跟家人或朋友。来讨论，啊，并且他在他们陪同下一起去，啊，印证，啊，看这个是不是正当的行业，啊，而且本身要有啊正当正确的人生观，不要因为物欲，啊，而去卖身，啊，谢谢大家。哇，可以看到我们的副队长真的很用心哦，因为真的青少年朋友碰到的问题真的很多。刚才有说过，我们基隆市是有112名是失踪的案例，但是在副队长他们的努力下，我们找回了106名。那当然，这样算起来112，在这106名就可以看到有毒品的、有帮派的、有诈欺、有色情行业，都是因为一时的被。吸引而误入歧途，所以这真的是值得大家一起去关心的。那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还有故事，我们再来请教我们的副队长。好，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哦，就是在基隆，其实交通致死率虽然跟全国比起来不是很高，但是每年还是有死亡的个案。那到底都发生在哪些族群呢？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车祸发生案件中，就是抢快分心是车祸的最大宗。然后呢，我们的交通部有推出了这个路老师计划。高龄长者的交通安全是近年来不可忽视的议题。最新数据显示，银发族在车祸中的死亡人数是所有年龄层最高的。这高龄者的死亡的比例哦，我们要统计从大概比例都是在每年大概9个左右哦。其实这比例是算在我们那个所有事故里面是算高的，所以我们呼吁我们所有的高龄者或者是家里有高龄者的我们的所有用路人，在使用道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根据了解，老年人的违规情形并不会比较严重，但身体机能退化加上人口结构高龄化的影响，
死伤人数不断攀升，要如何解决？交通部推出各式宣导，带您来看这一项陆老师计划。陆老师不是在教人啵啵啵啵得腾腾的喝，陆老师是在教人安怎安全过马路。骑车或开车到路口，到底谁要让谁？原本傻傻分不清，看完后就可以一目了然。所谓的干道呢，那你看一下，干道呢是闪黄灯，还有我们的 B 灯，好，这里的供应我会讲的，刚提到电脑不行，好，我们的知道呢是闪黄灯，在骑行知道呢，那一般呢在知道的地方呢会有一点停，让一些字样。那这个道路呢，就他们知道。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让干道先通行，知道然后再走。不管你是知道或不知道，或是什么道，反正到这个地方就是要稍微停一下，看一下两边有没有来车，那确定这个路口是安全之后，我们才可以通行。路口路权知道后，那怎么分辨干道及知道呢？银发长辈到底知不知道？谁让谁？有没有人知道？知道请举手。全部答对，交通队也出没在各早起会游览车上，向高龄者宣导入口行的顺序与注意事项。因为我们老年人在骑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个干道跟知道，知道的不会让干道，所以就会很发生很多的问题。只在如果说我们懂得这些安全，交通安全规则，我们知道的人在停。骑到知道的时候就让干道的先行，所以就不会有那个问题的发生。一般来说，像我们干道车让干道车可以先行的话，你是知道车的话，你就是要负比较大的责任；我是干道车，就是负比较少的责任。大概我们在民众在出车祸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标志标志号志来划分干知道，让自己大概知道要自己责任的大跟小。不管是警方还是陆老师宣导，都希望长辈们能平安快乐地出门与回家。由于陆老师本身也是高龄者，更能了解银发族的交通安全需求，他们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宣导，呼吁再呼吁，让银发长辈在路口时更能注意自身安全。那今天我们主要主题呢，会有宣导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跟干道的部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反正呢到了路口呢，你一定要知道，要先让我们的干道先走，也就是要让多线道的先优先。希望能透过这样一个安全宣导，每个长者也好，或是我们每个民众都能用路都非常平安。不止路口安全，包括铁路平交道、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等交通常识，也都搬上舞台，用演的来分享。知道一定要很注意，干道也很注意，因为来车有的时候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会发生严重的事故。让我对这个交通规则有更认识的一层。我希望我们全体大家都能遵从交通规则。交通状况随时都在变，用路人也要有随时应变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长者们的自我意识，谨记一大原则：要看得到来车，也要让来车看到你。随时留心警惕，别让宝贵的生命葬送在一秒钟的疏忽里。真的，就是马路如虎口，每个人都要非常的小心。不管你有多熟练这一项开车技术，或者是你觉得就是绿灯的你就是可以走，但都是还是要非常小心当时的状况。我们要请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基隆的某些的特殊状况碰过，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其实我们基隆大概这几年的交通事故死亡是以老人家居多，大概占了3-5%左右。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前年的一月，有一对兄妹住在七堵，然后去南农公墓帮人家量休，然后下来的时候，因为龙南公墓要回七堵那边回去嘛，然后就看到公车了。于是乎，公车来了之后，大家都会做什么动作？冲啊！冲啊！但是他冲的过程，南龙那边是红绿灯的路口，他只看到公车，没有看到红绿灯，然后就被一个92岁的老爷爷撞到。那个哥哥是76岁，妹妹72岁。那92岁撞到76跟76岁，76岁的哥哥当场死亡，72岁的妹妹过了。大概抢救几个小时也是过世了这样子。那这个案子其实他们缠讼非常久，到因为毕竟家里一次两个人过世，是，那后续因为去鉴定，我们交通单位有派人过去。但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老人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他可能会忽略掉很多因素，是，那他老人
之所以年纪变大，我们的生理机能就会变迟缓一点，甚至因为可能当年呐、啊，他们以前教育没有那么普及，可能讲真的知识水准比较没那么高，都是口耳相传或者是爸爸妈妈教的，还是自己以前就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就看到啊没车就要过去，他们不太对红绿灯啊交通规则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哦，于是乎我们基隆的老人的车祸比例其实一直都是在所有车祸的算是多的，是，对。你这听起来真的很恐怖，就是老人撞老人的概念就对了，真的，因为老人家他们真的是机能退化，他对某些东西反应真的是会慢一点点，刚刚那影片有讲大概慢3到5秒，所以就是要请大家看到老人家的时候也要礼让一下，不要冲太快，就是要互相，其实我们刚刚影片最后那段话最重要，你要看到车也要让车看得到你，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发一些那个小小的宣导品，就是刚我们那个影片有看到那个反光手环，是那让你那个晚上会亮，那老人家不喜欢戴，于是呢我们又进化了，你送那个反光外套，对，我们送的是反光背包，就是你知道老人家比较轻巧呐，所以呢你送这种就是买菜会用到的，然后那上面有一些亮的条，可是这个东西毕竟它不可能每次都在这个，然后于是呢我们又更进化，我们用那个闪光的那个，你按下去就亮的那个，那可是老人家可能有的没电，他又舍不得去换，就是因为你要叫他带着，他可能不要。可是我们就是用那个钥匙环、钥匙扣，或者是可以扣在雨伞、扣在背包上面，晚上会让它亮的。那这个都是在都是希望我们的年长者可以去就是多注意一下，然后多让人家注意。那后来我们发现跟他们讲什么都没用，为什么没用？他们根本不会听哦。所以呢，于是我们现在宣导的对象又改了，我们改去幼稚园宣导哦，因为阿公阿嬷只会听孙子的话，是，真的，他跟阿公阿嬷不可以这样子过马路，因孙会干嘛？因孙公叫出门爱带那个亮亮的，他带给他孙子看，是，他要做给他孙子看，所以变成说啊，没办法，真的是要符合每一个年龄层的那个需求，我们去做宣导，这样子。没错，所以警察也很厉害，要洞悉人心哎，看他们怕什么，就要去跟那个人说，这样才是最有效的。那其实，在交通安全里面呢，青少年的最常发生的车祸到底是哪一类型呢？我个人大概从事交通工作，我把它分成大概这三类：年轻人最容易出车祸的，第一个叫做疲劳驾驶。哦，太累了。太累是玩太累吗？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打工太累，也有可能是你读书读太累，什么都有可能。那像我本身，我就有一次，我记得我20年前，我去，你也睡着啊？哇，睡死了！我靠！我就跟同学第一次去垦丁玩，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有春假这个东西，就是4月份那清明前后那个有个春假，有好几天的假，我们去垦丁玩，这辈子第一次去垦丁，那这辈子第一次去高雄，好开心，因为去垦丁前要先住高雄，对，去同学家玩通宵，玩到早上6点多，然后要去机车行租机车，然后骑去那个垦丁，可是我没驾照，所以我没骑，那我同学就载我，他说你睡着了。你睡着了，大概一路上问了我20次，我说没有，为什么？玩一整天了。我刚以为你开车睡着。没有，就坐在后面睡着。那你看哦，我们光坐后面就一直睡了。那而且你看，那时候才20岁，那时候体力正好，都会睡了，就表示那个时候觉得说自己可以。那我们基隆这几年发生几件车祸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我记得蛮清楚，也是前年有一个读在高雄读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大概20岁，他家住在正兴路那边。是。他过年要回家，他爸爸跟他讲说：“我帮你高铁票买好了。”他说：“不要，我买了一台挡车，很漂亮，我骑回去给你看。”他说：“你要慢慢骑哦。”好好好，早上大概骑，然后大概晚上的时候在台中那附近，大概5、6点在台中那附近，半夜12点左右。在我们八堵隧道的隧道口那边撞到，当场就往生了。天哪！他从高雄一直骑回来，没有休息这样。对，一是有休息，可是太累了。太累了。而且他可能是因为快到家了，松懈了。就松懈了。对，所以说造成说，所以这疲劳驾驶是我觉得很可惜。青少年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而且又撑一下就到，撑一下。但是并不是。对，并不是。所以说疲劳驾驶这个问题，不管是打工累啊、玩累，还是其他读书累，这个甚至都要注意。第二个就是弯道。弯道。弯道。我相信现在我们年纪都偏大一点啦，那开车骑车对我们来说很简单。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刚会骑车、刚会开车的时候，你要怎么过弯？不会耶。你要加速还是减速？要不要压车？要不要干嘛？
很多我们这几年的青少年的车祸，大部分都是转弯，在转弯，然后有的时候直接直直的转出去。我们一个弯是这样弯曲，他直直骑过去撞到，或者是在弯道的时候视线不好，被别人挡到，大部分都是不太会过弯呐。是，所以说我都会建议说，我们身边甚至我在上警广节目，我都跟他们讲，有的时候不要禁止小孩子骑车，你要在他会去骑车的时候，请一些人教他怎么骑，怎么过弯，怎么刹车，怎么加速，怎么减速，不然这个弯道每一年啦，讲真的，夺走很多青少年的性命，因为他们都是在刚会骑车或者甚至没驾照的时候偷偷骑，然后偷偷骑，他们对于机器的驾驭性不够，不够熟练啊，也不太知道说，哎，以前那个是小弯道，小弯道跟大弯道又不一样哦。那上坡的弯道跟下坡的弯道又不一样，你要常常骑，骑到最后根本不用教，为什么？那变一个习惯，那就减少车祸。像我们现在，我记得我以前刚骑摩托车的时候，真的常常累残，因为什么？因为不太会，真的是不太会。然后爸爸妈妈也没教，就叫你想要耍帅压车，对对对对对，那个压得很低，然后最好是有那个后面那个强度去弄到地面，可以擦出火花，觉得自己很帅，常常都是这样子，然后整只脚就哇，要一两个月才好这样。那过弯真的是，而且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样很好玩，很帅气这样。那但是你对机械操控性不熟，再加上你不是很熟练，就会造成车祸的发生。那第三个就是路口，一般的路口最常发生就是有需要两段是左转的啦，还是你在左转右转。刚刚我们在影片上有看到，汽车过去的时候，摩托车从旁边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路口是不可以超车的哦、喔。路口是规定是不可以超车的。那路口因为大三个路口三个车道以上的路口是要两段是左转的。我记得今年还是去年有一个。湖尾科技大学的一个篮球校队队长，他就去高雄玩，然后呢，那个高雄那个女孩子，他们家是做茶园的嘛，然后就好像去找他阿妈，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两段是左转，跟一台自行车发生碰撞，我们那个篮球校队队长就当场就往生了。天哪！对啊，反正就是路口，其实路口就很容易，就是你要左转右转，要做什么转弯什么。会有很多情况发生，但是因为你不是很熟练，也不是很知道说，会不会有车冲出来？像以前我们就直冲过去嘛。那我们现在到路口的时候，我们会停一下，会看一下，要左转右转的时候，看到左边有没有车，右边有没有车。那是因为你可能你的习惯，还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看车看很多，看到我们自己在路上会怕了。怕，现在开高速公路上一下雨不敢开超过80啊。真的、哦。真的。会怕，会怕，真的会怕。是是。哎呀，那因为你的生活经验，那为什么年轻人就为什么？尤其是电影台词就是这样子，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可他可以解释成很多东西。年轻人就是因为他社会经验不够，他一些生活没有遇过这些事情，还是只是看到，看跟做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这样很帅，但是他不知道这不像游戏。对。哇，骑骑骑，再来按重新开始就可以开始，不是。不见了就是不见了，没了就是脚没了就没了。对对对。对，所以就要提醒青少年朋友不要逞一时之快，就是要上路之前还是要熟练你的交通工具，这是最重要的，好好保护自己。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破案消息了。这个刑事局接获这个比利时的海关通报，有贩毒集团走私大批的 K 他命到台湾，真的很恐怖，因为最近毒品很多，然后毒品咖啡包，他们就是自称这样，但还好被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给破获了，一块来看看。各式各样的毒咖啡包在嫌犯车上搜出将近8000包，刑事局经过数个月跟踪搜证，掌握贩毒集团位在大同区的分装场所，一举破获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那经过专案小组数个月连日的跟监搜证，发现这个贩毒集团不断的在更换所使用的车辆，那意图制造断点来规避警方的追查。那我们也发现这个贩毒集团疑似将大量的违禁品都藏放在这个车辆内。那专案小组也不断的来变更跟监的方式以及相关的技巧，那终于掌握犯嫌的行踪以及掌握他们的一些犯罪证据。那在5月29号在这个台北市大同区两处停车场内发现贩毒集团所停放的车辆，并立即在车上查获共约7906包的毒品咖啡包以及相关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粉末等证物一批。那同时也拘提
林姓嫌犯等四人到案。那这四名犯嫌也业经这个士林地检署向法院申押获准。警方表示，疫情紧张，警力吃紧，犯罪集团竟趁机贩毒谋取暴利，且由于毒咖啡包使用者多以群聚吸食为主，一旦流入市面，恐成为防疫破口，索性及时阻断货源，遏止吸毒衍生的染疫危机。哇，这个毒品真的是非常恐怖，因为你一不小心吸食过量，真的就会导致死亡。像刚才我们的副队长他有说，最新的那个毒品 PAMA， 哇 ，PMMA， 哎，这是很恐怖的。你一开始没有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哦，再多吃几包没事，结果没想到就死了。所以毒品真的是非常的恐怖，而且到底要怎么样来防止？我们要请我们的庄舍来跟大家分析、呼吁还有宣导。是，好的。其实青少年朋友在接触毒品的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的，那我们家长可以多一份关心的话，那可以及时的阻止他们。那最主要是关心他的生活作息状况，因为毒品吸食者他生活作息绝对不会像一般规律的学生一样，那就是读书，那或者是就是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如果毒品吸食者他可能会在晚上就是精神特别亢奋，特别的好。那反正在白天，他的学业表现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专注。那所以呢，其实你，家长如果留意关心他的生活作息的话，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哈。那还有再来观察他的零用钱使用状况，固定。那我们现在家长可以固定在某些。一段时间就询问看他的零用钱是怎么样的使用，那都大部分时间都用到哪里去？那因为现在包括青少年最常接触的 Ketamine 还有毒品咖啡包呢，毒品咖啡包来说好了，一包是500到800之间，那但青少年朋友怎么可能花那么多的钱？那个对，所以当然。他可能会在用钱上会比较紧迫，那所以家长可以利用这一些小细节来观察他。那当然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很重要，平常也要多留心观察他，说他现在最近结交哪一些的朋友，他的交友的状况，那最近他跟哪些朋友比较友好，那他使用网络的时候呢，是多跟哪一些的朋友做接触，是跟线上游戏的朋友，还是说多跟同学联系，还是说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拿去做什么样的浏览网络哪一些的网站，这些我们都可以关怀关心他，这样子。那如果说，我在这边，我分享一个案例好了，有一位家长哈，他非常的积极，他的女儿是国中生，那有一天他就拧着他女儿的耳朵过来我们队上哈，他就说他用毒，我们说那用什么毒呢？他说他用咖啡包，那确实呢，后来这个父母很积极的。他有跟他的女儿，真的是，就是慢慢的讲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生气，然后来了以后，那他女儿也有配合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是哪些同学这样子。那最后，基隆真的有啊？有，对对对，嘿，就有告诉我们说是哪些同学，那给他这样子的咖啡包，那个家长很积极，因为他平常他有观察他女儿。的作息，他觉得不太对劲。那后来是他真的有看他书包里面有怪东西，那看就看到确实有毒品咖啡包。那我们后来检验出来，那个毒品咖啡包都有到二级毒品的成分。那咖啡包，毒品咖啡包为什么最近这么恐怖？就是因为它会乱掺一通，那可能验出来的有 Ketamine， 有 FM2， 然后有一些比较坏的还会放普拿疼。普拿疼就是抑制它一些，怕它那个作用太大了，怕我们人体受不了，那会比较抑制这样。那其实大部分验出来还会有到那个安非他命的成分，所以他们都乱掺一通啊。现在恐怖的就是他有时候会掺到 PMMA， 我们说强力摇头丸，这个致死率非常的高哈。所以我们还是就说避免青少年接触到毒品，还是希望家长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对，吸食毒品的那个后遗症真的很多。我印象中有一次，那个赖清德赖院长，他其实直接到学校来进行宣导，到基隆，他就说他因为他碰过很多吸食毒品的青少年，都在医院看到，然后他让他印象最深刻就是穿尿布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有这样的？
哦，确实，我们也有遇到过哈，一位很年轻的一位女孩子哈，超20、21岁而已啊，然后他做笔录的时候，哈，5分钟就跟我们说：“阿 Sir， 我要去上洗手间。”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哈，他那种瘦瘦的身躯底下，他穿的是尿布。对，因为他说他用已经用咖啡，抱歉，不是毒品 ，K 他命，他已经用了3、4年了。那他用的量也蛮大的，对。是，所以他的那个膀胱都已经纤维化。这吸食毒品真的危害真的很多，哎，真的不要轻易尝试，不要因为别人一时怂恿而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值得也不需要的。好，那要预防毒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防诈骗。一样是破案消息，要带大家看，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宅在家里，就是要特别提醒民众千万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有诈骗集团呢，他们就是运用通讯软体来设立假账号，然后以网络化名制造恋爱机会，这就是恋爱诈骗。快来看看，桌上数十只智慧型手机、笔记型电脑、远端监视器、随身碟等，全都是警方查扣物证。刑事局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嫌犯利用通讯软体设立假账号，以网络化名制造恋爱机会，取得信任后诱骗被害人投资。警方锁定诈骗机房，当场逮捕9名嫌犯。经初步的侦讯啊，这个诈骗机房的成员的手法是透过微信还有探探这些通讯软体来创立一个假的账号，并且以化名的方式啊，跟在美国的华人就是被害人来营造谈恋爱的感觉，而是被害人取得信任之后，再讹称啊需要缺钱来投资为由啊，诱骗被害人啊提供金钱来参加来投资，啊再有第二线的成员啊，提供境外的账户，将被害的款项汇入之后，最后啊，再由我们车手集团啊，将相关诈骗的款项来提领。由于本案在疫情期间呢，全国属于第3级的警戒，那室内群聚啊，不得超过5人以上。这个诈欺机房成员共计有9人哦，严重违反我们相关防疫的规定。啊，本局哦，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来也请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做采访。警方呼吁国人使用网络交友社群软体，需小心谨慎，才不会赔钱又伤心。哎，真的，这诈骗集团就是抓住人脆弱的那一面，然后来进行要挟、威吓、利诱，让你上当。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队长，青少年队副队长高 Sir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青少年最常犯的哪些这个网络诈骗呢？哎，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诈骗的那个过程一下。诈骗他会首先哈，他会成立一个人头账户，就利用流浪汉啊，或是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啊做人头，哎，在金融机构成立账户，接着哈，他就会用收部手哈，在那个超商啊来包裹来收包裹啊，拿回到机房啊，机房就根据这些资料啊来打那个电信资料，就是打电话用网络电话来打诈骗。好，来行诈啊！行诈成功以后，他会叫车手啊到那个提款机去提领那个现金啊，提领完现金以后，再交给幕后的车主啊，就是他的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的分工。那我们在啊诈骗案件的侦办方面哈，啊事实上哈，好我们警方侦办的话，大部分都是从 IP 啊到来查机房。就是他使用那个电话，他都是使用电话来诈骗。他诈骗的手法有很多，例如冒充检察官啊，啊，说你已经涉嫌洗钱案啊，要把钱交出来啊，不然的话你的账户啊会被冻结啊，啊。可是他使用电话诈骗，他的电话就有会留下 IP， 啊，我们根据 IP 啊来那个确认机房位置，啊，但是那个歹徒啊，大部分都很狡猾。啊，所谓狡兔有三窟吧，啊，他都会 IP 一转再转，这个行动电话转到另外一个，啊，好，或者电脑这个电脑转到那一个，好，经过好几个 IP， 啊，使你难以查到他的机房位置，啊，甚至哈，他们像是最流行就是跨境电信诈欺，啊，把机房设在国外，啊，使我们国内的警察哈没办法继续追查下去，啊，这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利用啊。我们跟各国之间哈有司法互助，有签订司法互助协定的，啊，
就请该国来帮忙。如果没有司法互助协定，我们就透过刑事局再转请那个国际刑警组织来帮我们追查诈欺案件。最少到嫌犯以后是要根据那个引渡条约把嫌犯引渡回来。可是引渡条约你听它是条约，就表示两国要有搬交关系才有办法把它引渡回来。要是没有搬交关系的话，我们都一般来讲都依照一个两国之间的友好的程度引用一些惯例最常引用的惯例就是该国把那个诈欺嫌犯以驱逐出境的名义把他押送到飞机上，我们在飞机上接手，再把他带回国内。另外除了这就是我们比较棘手难办的地方，另外对于那个要确保我们被诈欺人的金钱损失减到最低，我们也是在各个提款机都会加强我们远警的巡逻以及埋伏勤务。常常查到车手在领款的时候看到他神色异常，或者是他身上带了好几张提款卡，我们就会加以盘查追问，进而查获车手。如果现在这个时间没有查到，我们也会事后根据他提款的时间去调阅该提款机的录影监视影像来追查车手，进而再追查那个幕后警组。对收捕手部分，我们警方也常常利用那个在超商巡逻的时候就发现我们顺便签巡逻表就看到警察进来了，神色就很紧张，进而查获那个收捕手，把他的存折里面的包裹里面就包括存折、金融卡一堆，进而减少民众的受害。另外最后就是要透过我们金融机构行员的协助，就是如果有存户到我们银行去提款或汇款的时候有异常情况，要马上通知我们警方来协助阻止诈骗行为发生。好，谢谢大家。所以可以看到警方在抓诈欺犯这件事情很用心哦，从很多的角度跟层面来进行。那当然有特殊的案例，像现在是网络诈骗很流行嘛，那我们要请吴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老人家很容易被受诈骗？你有碰到什么样的类似情况吗？因为以前在当派出所主管的时候，最常处理到那个邮局啊、银行报案说疑似有诈骗，你看到我们那个老灰啊，他就手机拿着，一直拿着不动哦，一直讲，然后我们警察，我穿制服在他面前，我跟他讲说。你敢赔？我啦，嘘嘘，不是，检察官，你无讲话，你敢掠去关？然后呢，最后呢，终于我们把他电话抢过来之后，然后呢，他自己又好像不肯承认被骗，我感觉怪怪啊，你那，我的，丢了，恁讲我弄丢，因为老人家就是这样，所以造成说有一些诈骗是黑数，你知道，他不敢报案。是，他说被骗了几千块、几万块，他不敢报案。其实这种情形很多，因为诈骗集团最常就是利用我们的恐惧，所以最常那个或者是你的无知，那恐惧大概是用检察官，你要账户给我保管啊，钱放在这个账户里面哈，那我们以后哈等这些事情查清楚之后还你清白啊，你放心，这是在我们基隆地检署特设的一个账户里面，好，记得转到这个里面来啊，不可以跟别人讲哦，跟别人讲的话哦。你就糟糕了，我问你该来乖哦，哇，该来乖啊，所以就把全部家当通通存到那里面去，然后呢，等到家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那个钱都早被领光了，所以造成说他是可能利用你恐惧啊，你无知，然后有的还不敢讲，钱被骗光都不敢，不啦，或者这神书，真的会这样，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什么老人家，那你可能。他觉得他的生活经验很够，他觉得他这辈子应该不会被骗，他也不好意思跟自己的那些喜事啊说啊，我们平平毕生的积蓄，他可能又换一套说辞，所以造成有时候我们警方的侦办也没有很有办法很积极的去做这样子。是，对，所以还是要诚实说话。但我相信这个慧如这里一定有很特别的归类案件吧。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除了老人家被骗的话，在疫情这两年疫情期间，年轻人被骗的数目也是很多的。那年轻人最容易被骗的就假投资诈骗跟假交友诈骗，这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哦，但是最近的很多假交友诈骗哦，到最后也都变假投资诈骗哦。为什么呢？我讲给你听哦。就是我们常发现我们现在青少年朋友他认识朋友都从一些 APP 的交友软体里面认识，那认识的网友来自四面八方嘛，那他先刚开始就说，哎，那我们私下来赖聊天好了，聊天聊没多久说我投资某个东西啊，好，那获利不错啊，那你要不要考虑，要不要考虑来我帮你代为操作。那那些人有时候刚开始就投一点小钱，投一点小钱他会跟你说，哎，我已经帮你赚两成的钱了，好，赚两成以后他说你要不要再加码，可以赚更多，这样子短时间就可以获利啊，好好好好。然后到最后他也会让他引导他去加入一些电脑上的一些赌博网站、钱赌网站，到最后他账面上哇，这些数据都是赌博网站可以控制的嘛，账面上都很漂亮，他都保持稳定的获利哦，几成、一成、两成、三成的，他想说 OK 我赚够了，我要获利了结，我要出金，请出金哦，没有，这时候就被踢出账户，或者是说对方的 LINE 就再也不联系，但是他的钱都已经汇到对方的那个户头里面了。这样子以假交友的方式哈，那行这个假投资的诈骗，这方式很多。那因为现在的诈骗都是一些复合式的诈骗嘛。那再来，我再分享一个基隆这边一位女子刚成年哈，19岁的一位女子的经验。她就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看到说有应征家庭代工，那她就去在 LINE 就跟这位要应征者讲，对雇主讲，那雇主就说很简单，你就是装耳塞，好，那到时候我会把材料寄给你，那你就是先把你的，因为我要疫情期间有补助，那是非常跟得上时事，好，那说疫情期间有那个政府的补助，那你给我一张，你寄给我一张提款卡，好，那上面要记得写密码，提款卡的话，好，一张可以领5000，那到时候就入你的账。啊，两张呢？你寄给我两张，那到时候我们就帮你办理，就可以入10000这样子。那这个女孩子呢，也是可能社会经验不足，她就真的把她的那个提款卡寄给对方。就后来等了5天，奇怪，怎么都没有寄那些装耳塞的材料过来？好，那后来她有事，那去邮局那边啊，就看自己的存部，后来发现她的两个银行账户都被列为警示账户，这就是，就是因为有人应该是有被害人哈，将钱汇到里面，那去报案，那警方跟银行通知，就是把这个他的银行账户列为警示账户了。这其实大家要小心再小心，有时候他是为了要骗你的步资，让你当人头账户，有时候是要骗你的钱。我诈骗集团真的是很聪明哦。你说警方这个诈骗案件好不好办？其实每个诈骗案件都不好办，因为诈骗集团其实也是跟着时事在演化，他们会设很多的断点，其实我们查缉上不是那么好查缉。大家劝大家就是说，预防机先，就是在多有一些知识，相关的知识，那还有多一分小心谨慎，只要有讲到有关你的钱的 ATM 的提款卡的存折的，全部都是诈骗啊！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165反诈骗专线。记住165这个反诈骗专线，然后只要有人跟你讲到有钱的、有提款卡的、有要银行账户的，通通都要非常的小心，对，几乎都是诈骗，是，对，要特别小心。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警方在疫情期间如何防止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群聚及斗殴呢？另外还有在网络霸凌的事件，又该如何辅导青少年？我们要请副队长来跟大家分析了。如果青少年诈骗案件哈，可不可以题目再讲一下？如果遇到网络霸凌，怎么样来辅导青少年？网络霸凌啊，关于网络霸凌哈，所谓的网络霸凌就是在网络上哈，用攻击哈或者是侮辱的方式哈，让他人受到伤害。那网络霸凌哈的处置作为哈，防治作为哈。我们第一个，我们警方会到利用媒体网络，或者是到校园去进行宣导，
尤其是那个霸凌的部分哈，它可能会涉及哦刑法上那个公然侮辱罪，啊，或者是那个恐吓危害安全罪，像那个我们有名的那个知名艺人啊，就曾经哈他儿子啊也是啊在网络上哈啊有随便啊那个放话说烧毁那个啊炸毁那个台北市政府啊，啊变成那个恐吓公众安全罪的问题哈。然后第二个啊我们就是那个霸凌者哈，我们要去了解霸凌哈他为什么会霸凌。第一个，我们先跟他沟通，教他那个有同理心，像你的兄弟姐妹被人家霸凌，你会有什么感想？另外，有些霸凌者为什么会被，为什么会去霸凌人家？大部分我们了解以后，是他的家庭因素，因为他家庭得不到爱，得不到关怀，所以他就是会去霸凌同学，找到一个出口。然后啊，我们就是要透过他的父母啊去了解关怀他，另外培养他的兴趣啊，不要让他多余的精力去学习啊他的兴趣项目发展啊，不要去欺负同学。然后第三个，有关于被霸凌者部分，啊，我们要提高我们同学的一种乐观的高 EQ 啊，不要因为常常看到有些同学啊被人家霸凌以后。有的甚至是自杀、自残都有，所以我们要发现自己被人家霸凌了，要跟老师或者是家长来反映，来寻求协助。然后第四个面向就是我们同学发现其他同学有被霸凌的情况，就要跟老师来报告，以及作为被霸凌者同学的那个关心，作为他的一个后盾。精神后盾，好，然后第四个就是老师，啊，老师平常在我们同学啊、青少年同学啊，发现他言行有点怪异的时候，就要去关心了解，了解以后发现有霸凌的情况，要对霸凌者还有被霸凌者，做心理的辅导，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第五个就是我们警方方面原则上我们都是尊重，如果学校有发生霸凌情势，我们都是尊重学校的处置作为，让学校先行来处置，但是有两种情况，就是如果他是学生是累犯的话，或者是家长坚持提出告诉，我们就会受理来移送法办，像我们就曾经受理过有那个家长，知道他孩子被霸凌了，他们同学一个班里面同学里面有七八个霸凌一个，然后他就知道状况以后就提出告诉，然后告诉以后，那七八个同学的家长啊，就跟那个被霸凌的家长啊提出民事和解，希望他不要提出告诉，可是被霸凌的家长也是气愤难看，坚持要提告，然后这些霸凌的同学啊，当初会霸凌，有的是基于好玩，有的是基于同学间，他跟哪个同学比较好，然后就向着他，就在网络上留言，可是在网络上留言以后，他就形成白纸黑字，被霸凌者就把他，下载下来，作为呈堂的证据，所以，是一个很明确的证据，绝对会构成，我刚刚讲的，看似公然侮辱或者是，恐吓危害安全罪，所以哈，我们同学啊，就最好不要去，一定不要去霸凌别人，不然，你不仅造成，自己哈受到伤害，同学受到伤害，也让父母担心难过，谢谢大家。
对，所以不要觉得好玩，也不要跟风去留言，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因为你做这样的动作，其实都对对方造成伤害。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是被伤害到，你要有坚强的心理。如果有任何需求，其实都可以提出来，让大家来关怀一下，不要造成心理上的缺憾之缺口。那刚刚说到这个暑假期间，其实刚刚有讲到交通的部分，青少年其实，我们要请队长来跟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罚则是不是有飙高呢？我们在108年已经调了一次了，大概就是把那个汽车的调高，汽车就是3万到12万嘛，那机车本来就1万到9万，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它累加无上限，就是第一次是我们就讲机车好了，第一次15000到9万嘛，第二次就9万，第三次再加9万，第四次再加9万。这个时候我在外面宣导的时候说，哇，我们国中学的数学现在派上用场了，开始减一刮胡乘以九，就是说如果10次的话就10减1嘛，就9×981。那这是累犯的部分。第二个是拒测，拒测的部分的话，以前就是一次9万，第二次9万，第三次才是9万，现在又是一个无上限，第一次18万，第二次36万，第三次54万，这国中数学又派上用场了，18x。第五次拒测就是18×5，就是90。那确实，这个108年这新制之后，我们的酒驾的数据是有下降蛮多的，尤其是现在新冠肺炎期间，讲真的，应该没有了吧？不是没有，啊，就是有啊，有，但是少很多。那现在就变成说，很多人不止在家里面自己喝，自己真的就是不是说你在你喝的，因为没有店开啊。对。就是说，还有人他说自己在家一个喝就算，还有拿手机出来。视讯喝的，来我敬你，你敬我，这种又很多。只要在家里都还好。对对对对，那所以变成说，其实而且他们又以为说警察不抓，警察不抓，是我们尽量不做那种路检拦截你，但是我们会看你的，譬如说你车子有没有蛇行，有没有蛇行，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其实这个正常人跟有喝酒人的行为确实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喝酒，你可能没有去，像我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去金山洗温泉，回来的途中，我就跟我同学讲，开半天，开旁边一点。为什么？前面那台车已经撞毁了，你知道，他车灯那边已经没了，然后还在那蛇行，我赶快打110，我说我在那个金山要往基隆的路上，有台车应该是酒驾。我说离他远一点，因为看得出来。是，你如果喝很多，如果喝一点点，我不敢说。可是你如果超过一定的量，可能你又喝了一两罐啤酒以上，你的整个精神状态就会比较不 OK 了。那整个的行为就会那个。那大家真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暑假期间只抓飙车不抓酒驾，或者是疫情期间都不抓酒驾。全国都有在抓，只是改变形式而已。是，所以其实小心警察就在你身边哦，还是不要酒驾这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要请庄Sir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暑假期间青少年可能的发生的犯罪形态。暑假期间，那因为最近的疫情的关系，可能在家的时间会很长，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样子可能会因此涉入诈骗案件会比较多一点。那不只是说他可能去接触到的假投资诈骗、赌博网站诈骗，那或假交友诈骗，那之外呢，搞不好他也会被骗去当车手。那这边哈，那我们有特别研究一下，为什么青少年朋友会去当车手这个心态呢？但他可能第一个对金钱的盲目崇拜，那或者是说哈，他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只是。骗人家钱，我也没有要基于去伤害人家身体的心理，那他就去做车手的这样的动作。你问他说知不知道自己做车手的行为是犯法，他们都知道。对，那再来就使用网络的话，使用网络方面，我们要特别提醒青少年朋友，现在的网络安全已经不是说是那个譬如说那个网络资讯安全要防护啊，要设定隐私，现在很多的犯罪是在网络上面发生的。那我们不希望说青少年朋友在网络上面去留言侮辱人家，那或者是去做一些挑衅的行为。那现在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去做这样子，他可能会涉及危害公众罪或者是公然侮辱罪。所以呢，我们希望青少年朋友使用网络，特别是这个暑假比较特别，小心再小心，这样是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哦。那还有庄Sir还有一个问题，其实青少年朋友他们是不是网络会被骗私密照的犯罪手法，这也是很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对不对？是那个
我们在网络上，如果说不管是自己基于自愿或者是被骗，在网络上 po 一些色情图片的话，或者散布自己的一些私密照的话，炫耀自己这样子的确实是违法的，因为根据《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8条规定，散布或散播或贩卖儿童少年为性交猥亵之行为之图片、照片、影片这一些的电子讯号产品或公然陈列供他人观赏者，都可以处3年以下或并科500万元以下之罚金。所以这个确实都是很不 OK 的。那当然我知道现在父母会很担心说，那你在网络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啊？那这不是父母可以防范的，那我们只能劝父母说，你先给他一些安危的一些观念，他这是危险的。我们都知道说平常在路上要防范陌生人，那网络上的所有的交友也应该要秉持这样的心态。网络上那些网友其实也都是陌生人。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比较害怕的是说，那我们根据我们的那个调查说，青少年朋友他可能会在网络上跟他有3次聊天经验的人，有40%的青少年朋友就觉得，他跟我是很好的、很好的朋友，那而愿意说提供自己的一些，譬如说自己的班级姓名还有家里住址、电话给对方哈。这我们会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要注意防范，对网友一样的要提高小心。对，除非真的认识，不然不要轻易把自己的资料给他人，这是很重要，就在网络交友重要的事。是，剩下最后一分钟，要请3位来宾跟大家说一句要宣导的话，慧茹先好。网络安全一定要留心哈。那不管是那个自己在网络上尽量不要说就是侮辱他人的话，或者是要防范自己在网络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危险。都要小心谨慎。对，高 Sir， 请大家多了解一些犯罪预防方面的常识，以保护自己、家人或者是朋友，避免被害。谢谢。吴 Sir， 疫情期间大家小孩子都在家，要注意他晚上跑到哪里去，不要跟人家去飙车或者做一些危险的东西。我们经常发现，就是在寒暑假，人家讲的校门关比鬼门开还可怕。真的。对，所以要多关心小孩子，他到底去了哪里。对，最后还是要跟所有的家长说，就是邻居家长说，好好的关怀我们附近的青少年朋友，因为呢，有他们呢，我们就会更安全。好，今天非常谢谢3位来宾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防疫兼顾还有青少年保护的决心，透过宣导防治青少年误入歧途，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城市一定会更好。谢谢电视机前面朋友，也谢谢3位来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